捞生是马来西亚的农历新年美食，今年静思人文使用静思资粮和蔬果调制成有特色的捞生。如果这样好的东西可以做给更多的家人，就是我们的慈济家人呢，那么就有更多的人可以吃得健康。所以我就开始在做这个食谱的时候，我就开始选食材。新春佳节，淑轩员工与慈济志工为了家家户户欢喜团聚，厨房里有的切菜，有的调配酱料，分工合作，用心在当下。因为今天有做三十分的捞生呐，所以我就会跟大家街坊好员帮忙他们切菜。我觉得是我们有时间就要付出咯，要把握当下咯。它也是素食的啊，又健康的，又是净食，所以我选择了净食捞生，希望说呢可以健健康康的捞这个生哦，让我们的生意兴隆。吃的同时口说好话，欢喜有缘共聚，也预约更美好的未来。大爱新闻冯律师马来西亚报道。